玩 DVD 玩久了，大家心态都会变得很好吧？哎、欸，有人的气场显示出来了。哥，可是我的那个邀请函还没拿呢。哈哈，想不到吧？我很胖，你是压不了我的板的。这就是肥宅的威力。你先，哪里有邀请函啊？我想要找邀请函。哪里有邀请函？不是啊，我只想找邀请函啊。邀请函在哪里呀、啊？怎么没看到？哦，好猛！该不都被拿光了吧？不可能！左上角会有字，没错，我看到邀请函了，在那个小屋那边，放到里面了，有了，我获得邀请函了，哈。参与一下活动好吗，老哥？哎呦，想偷压我？真的？啊啊！我拿刚拿到邀请函，我的次数就被扣光了。刚这边有一个人啊，他跑去哪里？我刚看他跑回来。没关系，我在哪一个？有人想勾引我，哎呦，这个蛮厉害的，讲真。哦，兄弟，你等一下，敢若要出代志的呢？哎 ，OK， 你们等等，完蛋，出事情了。有哎、欸，远距挂天灾钩，好鬼哦！哈哈，想不到吧？我大阿皮，总有一天也会魔法。啊、我大阿皮也有会魔法的一天啊，太舒服了吧！哈哈，大阿皮魔法时代！
没有看到那个汉尼版哎。刚才有人。来喽，来喽！哎、欸，他蛮聪明的哎。那勾引我去，嗯，他怎么不走这个板？怎么样？你还想等是不是？用这个魔法板？我阿皮就是会直接冲到你眼前啊！哎、欸，这里还有魔法哎，好棒哦！想不到吧，哈哈！阿皮学到了魔法这么厉害，没有再跟你怕的，从头冲到尾。哎、欸，汉尼版就是你了。哎、欸，这样没中。完了，我是大屁耶，各位，我这样竟然没中，来拿五个猫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以累积那个爆板额度，哎，好屌哦！你跑不掉了啦，汉尼版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魔法锤子啊，厉害吧？它的功用是可以敲在你的头上，然后让你之后头都晕晕的动不了。这就是我的魔法之锤。这招可是跟我那个白袍巫师甘道夫学习的哦。哦，哎，你不要命咯，兄弟。没错，这是我阿皮的魔法棒啊！哎，阿皮魔法爆板，哈哈，你要吃我阿皮的魔法之锤咯。哎，阿皮的魔法之锤，好吃吗？够上那个汉尼板没人要救我、啊，后面还有人在修哎、欸，你还要修？你是欠我扁？快给我过来！哎，有了，阿皮又重新拥有了魔法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这是阿皮的魔法句子哦。阿皮再也不是那个会被人欺负的肚兜小男孩了。阿皮学会了魔法，阿皮见人就扁。嗯，哪尼？我们在有人敢在阿皮头上动土？
No， 你不敢压板？真的假的？你不在那边跟我板博弈，那你这边就要出事了呢。你在那边给我 day 哈什么东西？那我阿皮的魔法之锤给你点教训，然后再给你远程挂钩。好舒服哦，我有个全程铁头哎。这个箱子能干嘛？我记得他是不是在范围内都会晕，然后有暴露位置之类的。你出事啦，汉尼拔！就是等你到现在啊。哎、欸，看到他了 ，Ada Wong， 看到你喽。怎么样？我不怕板。远程挂钩，别动！哎、欸，直接挂在我屁股后面。想不到吧 ，Ada Wong， 我阿皮会有一招屁眼挂钩招之术啊！直接给我挂在我屁股后面。但我其实没有注意到，原来后面就有钩子啦。我只是想说，就是先随便按一下。等等，背后灌篮。哦，好开心哦，阿皮玩这个模式。为生而生呢、欸。